接录吧。这是干啥呢？谁想弄死你啊？没谁想弄死你啊。吃饱了，我他妈吃饱了就不是。我吃饱了就不是。你说那边在打呼噜，在这边说这话。一边打呼了。吃饱吃饱吧，吃饱吃。我这么的，天下无敌。拍我，拍我。咋天下无敌了？我觉得天下无敌了。川哥，你看，你给人还喝多呢，人呼呼在那睡上一会儿醒酒了，你还搁说梦话呢。我不关心你是咋多的，是关心你咋能醒酒啊。那啥？打你手机。他说不给钱不办事儿。谁给钱呢？咋不给钱呢？不给钱不办事儿，钱他妈都是我的。不给钱不办事儿，钱都他赚的。月一半儿，谁比想多拿？月一半儿，谁比想多拿？他是跟他说的。那他在那打呼噜呢。我还不如要吃好了。吃好了。这钱不要饭了。一半。啥要饭呢？接着说，接着说呀。接着说。说说说。不说我饿了。这文件得多几米呀。这得十层密码锁住，我肯定要送钱给删了。我马上就给他整个 YouTube 上去，我看咋删。说啥？这整个啥了？一万太慢了。一万太慢了。那咱十万，怎么行吗？你做个单。挣一万肯定的，你还难？那你还想咋的？整大了出事儿了，警察叔叔就来找你了。